好了，刚刚说到 V V 有很多会议、很多活动，但是在疫情之前的事情啊。虽然我们 V V 一有机会就会想要办多一点活动，让每一个人可以运用，但是因为疫情的限制，使到我们无法跟以往一样能够放开手脚这样做。过去两年，疫情确实是对我们很多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和打击。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没有一个。 是在这段时间有正面的成长的，不要说成长，能活下去已经偷笑了。而很多人说，a y 是少数能够在疫情期间还能够突破，还能够破记录的少数公司。其实那也是跟其他人比较的结果。你说没有负面的影响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，如果没有这个疫情，a y 的成长会比现在。 更加的可怕很多倍。今天人人看到以为好，是因为拿别人的不好来比较。确实的，这个疫情让很多人叫苦连天，甚至急转直下。那如果说今天你深受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之下，认为自己很不幸、很憋屈，那么下一位主讲人的分享，你就必须要真正打开耳朵听清楚了。 老实说，他的分享是今天我最期待的。让我们有请飞马领对九一环，墩墩牌，志刚大哥。 大家好，我是通通白，中文名叫马子刚，我来自缅甸，很高兴，也很骄傲，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担任瑞威国际最重要的领袖培训会的主讲之一。现在要担任瑞威国际培训会的主讲，难度非常的高。现在没有在首五名内啊想都不用想。 而现在要成为 VV 前五甚至前十，那种竞争的激烈性，没有自己本身接触到那个情况里面，你是完全体会不到的。今天跟我一起主讲的另外三位主讲人呢，就是在 VV 前五名的人物，也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在前五，甚至连前十都没有。 所以我说我很荣幸，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成为这么重要的培训会的主讲人。重点是，公司这次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飞马九一黄的人来主讲？在我前面，二黄、三黄、四黄，甚至五黄的人选还有很多，为什么选择我？刚才。 老板前面就有提到，今天这场培训会的主讲人，在过去几个月里面都有着爆发性的成长和突破。在完成飞马九亿环之前，我还在飞马五亿环。就是那几个月里面，我连跳很多级来到现在的位置。在这里，我真心想要感恩我人生中的一个贵人。 他是我组织内的一位领导人。说到爆发性的成长和突破，我觉得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奇迹。他就是来自缅甸的飞马九一黄，我的组织伙伴欧马。就是因为他，逼得我非要坐上来不可。老板时常说，成功是被逼出来的。这段时间，我深深的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。 其实，在不可能的情况，如果一个人硬硬要想要做啊，他还是能够完成的。我时常提醒我自己，要以强越强，这是身为一位领导人必须准备的条件。我感恩老天，感恩欧玛，这么强大的人安排在我的组织内，让我也能够有如此巨大的突破。 我想趁这个难得的机会，真心的感谢他。谢谢你，欧玛。好了，在还没有开始我的主题之前，我真的很想代表我全缅甸的伙伴，跟所有瑞威国际的人说，我们真的非常羡慕你们，能够真正的去做瑞威。我这样说，有可能你们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奇怪。 我们自己难道不是在做瑞威吗？为什么还要羡慕其他人？说真的，在缅甸做瑞威，我不能说是真正在做瑞威。瑞威缅甸跟其他地区的瑞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，在缅甸都是那么的奢侈，比如可以登录瑞威的电脑系统。 你看，真正在做瑞威的人，随时随地用手机也好，用平板电脑也好，都能二十四小时、任何时候登录到瑞威的电脑系统，要进单就进单，要转钱就转钱，这是多么的理所当然。但是瑞威缅甸的伙伴却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、非常珍贵的事情。这段时间。 缅甸出位两位飞马九的人物，你拿一个计算机出来算一算，可以算得到那种业绩的数量，是新币八位数，接近九位数的业绩。但是整个缅甸能够登录 Riway 电脑系统的人数没有超过二十位，也就是说，绝大部分的缅甸 Riway 人是不能登录系统的。我们大部分的人。 是看不到自己组织的情况的，是不能随时随地看到自己赚多少钱的。新的单要进在什么地方，很多时候都是要靠猜的。你们能够想象吗？你们能够想象的那种不便吗？今天你们顾客买了一套，甚至买了一盒，马上就能拿到 m e m ID，进去系统里面。 看到自己的名字在里面，你相信吗？今天我的组织内很多飞马级的人物啊，到现在甚至没有进去我们电脑系统里面的权限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几年前，缅甸政府突然宣布，缅甸将禁止多城市传销这个行业。 一夜之间，全国的直销公司跟着我完蛋。这个政策一推出来，如果被从事直销这个行业的人，少则三年，多则五年老啊！瑞威缅甸被逼改行，我们被迫转换生意模式，很多东西以前非常的方便，过后变得非常的麻烦，非常的繁琐。 公司办公室到现在都不能开，公司处处都是限制，甚至触犯到国家的法律，而且在非常严重的惩罚之下，我想问大家，你还想做 r e v i 吗？先不要说 f i n e 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还会想做 r e v i 吗？我做。 我的很多组织成员也做，我们不但做了，我们甚至比很多国家做的还要好，还要接触。我为我的组织感觉到很骄傲，我为我自己感觉到很骄傲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公司这次会选我成为主讲人。 而主讲的主题叫做执行力。对了，各位伙伴，拥有执行力就是成功最主要的关键，就是能够把预定的任务去完成、去做到。一个缺乏执行力的人，做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成功。说到这里。 如果你就认为我们瑞威缅甸人真的拥有很强的执行力，在这么难的情况之下，还能完成那么大的目标，那你就真的太小看我们缅甸人了。如果单单只是国家政策上说不能做直销，给很重的惩罚，或者不能登录瑞威的电脑系统，你就认为很难，不可能能做到的。 那你真的是活得太幸福了，因为我觉得，如果只是这样，那还算简单。今天我就趁这个机会，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做难。顺便在讲述中，能够表达出一个，如果真正要的话，他的执行力到底能够强到什么程度。刚才我说。 缅甸政府禁止直销业，被拘捕从事直销的人是不得担保出来的。你可以想象它的严重性。也因为这样，公司为了保护我们大家，只能限制只有非常非常少的领导人能够进入瑞威的电脑系统。这确实对组织造成很大的困扰和。 担忧，很多人因为这样而放弃瑞威，很多人埋怨，甚至很多人指责我。你问我有没有感觉很失落？那是肯定会有。的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只能去做我我能控制的，我不能控制的事情，我就不要去想它。好不容易过了一段适应期了，结果。 又来了一件大事，这件事情不只关系到缅甸，它还关系到全球，就是疫情在全球爆发了。而可能趁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一下，缅甸的医疗系统跟别的国家比较起来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落后。在缅甸啊，最高峰的时候，一个要死一万多人，当时整个缅甸人心惶惶。 医院制度崩溃，没有医疗器材，不够养气的，而且最糟糕的是，缅甸的医生都在罢工啊！基本上整个国家的医疗系统是崩溃的。严重的时候，一个月会有几十万人确诊，看起来是不多，但是死亡率非常的高，接近百分之十，有整万人在一个月死亡。 而这也是官方报告出来的数字，实际上的数字，我认为远远比这个严重很多倍。的。当时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严重，每个人都在寻求自保，医院没有医生，没有氧气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呃自备自己的氧气筒，小小的氧气筒啊、呃，只能能用几个小时那种，被操作。 几倍的价格啊，还要必须要排队几个小时才能够买得到。家里都要自备三到四桶，不然万一真的确诊了，死亡的速度真的是很快，几天呢就完蛋了。在缅甸，事实上是这样，因为疫情死的人很多，里面包括我身边的人。 甚至我组织的一些领导人，这对我这个组织，包括我在内，情绪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。组织里面也浮上来产品负面的声音。那个时候，不要说要求把组织业绩做好做大，组织的能够继续坚持做下去，已经是偷笑。 而且还没完，就在同一个时候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，那就是缅甸的内战爆发了。目前的军方政府和被之前被军方政府推翻的前政府打起来了，在缅甸也不是没有打过啊，不过这次不一样，很多前政府和支持前政府的人，过去六个月在边境设立军校。 训练军队，购买大量的武器，想要用武力夺回政权。所以也就是这样，在街上你会经常听到枪击声啊、爆炸声啊。我们家里的人衣物和日常用品都在放在行李箱里面，随时都要准备被逼逃亡啊。其实，免得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刚刚也只能。 大致上讲一讲，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上的问题，比如日常的水电问题啊，就已经很困扰我们的生活，更不要说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不像在国外这样，水电费就在手机上按一按就一下就搞定了，我们得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队付水电费。只要跟政府有关的部门啊，都是非常有。 爆炸的情况发生的，一件这么平常的事情，对我们缅甸人来说是多么的难得。再比如说，手机没有网络，手机甚至没有讯号，WiFi 也很差。那么，外面戒严不能出去，外面疫情也不能出门，唯一只能用这种。 来联络组员，结果呢？WiFi 随时随地会断线，手机也没有信号。好了，还没完。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到生意了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！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有，就是现在在缅甸，我们每一个人最多一天只能转账五万新币，不管你的银行再有多少钱。 你本人也不能在银行取钱，最多一天转五万。而你要知道，今天我们在微微牵赛到组织业绩都是几千万、几千万的。这个每天的限制让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。今天在这里讲述这些，并不是想要你们知道我们在缅甸有多惨。 你们不要误会。我真的很想趁这个机会，非常难得的机会，我想要表达我对我组织所有组员的感恩。真的太难，你们真的辛苦了，在这么难的情况之下，你们还能够交出一张这么漂亮的成绩单出来。过去这段时间，艰难的时间。 还有接近二十位领导人完成飞马领队，两位飞马一环一，一位飞马二一环，一位飞马五，两个飞马九一环。然后我和欧妈还能够挤进瑞威国际的前二十名哎！我真心为我的组员，来自缅甸的你们，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。 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，继续的在 V V 这条道路上为你们挡在前面，并且帮助你们每一个人得到大成功。话说回来了，今天公司安排我成为主讲人之一，肯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给我，需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在看的所有 V V 人。 那就是不要埋怨你现在的状况有多糟糕，在你的国家、你的地方，有再糟糕的事情，也不会比我们在缅甸糟糕。相信我，在战乱的时候，每个人的生命和金钱都是很不确定的时候，市场上是很难跟人家谈保健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。 我们的团队都能够超越很多国外的你们，证明老板时常讲的一句话，那就是再糟糕的事情，还是有人会成功。而相反过来，给你再好的条件之下，也是会有人失败啊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完全在乎于你的执行力。 你能不能够遇到一个问题，解决一个问题？要相信方法永远都是比问题还要多的。不要那么容易被你此刻面对的问题解决掉。希望在下的日子里面，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当你被一个很大的目标压力困扰的时候，你可以想想一下，我们缅甸的瑞威人所面对的。 我相信应该能够帮助你克服很大很大的难题。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你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我是童童白，谢谢大家。刚才在听子刚大哥的分享，眼泪忍不住的流出来。 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，自己是多么的幸福。今天我们出生在我们的地方，今天拥有的这一切，认为是多么理所当然的这一切，是多么的值得感恩，是多么值得的珍惜。去年一整年，因为虽然在业内的表现很好，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可算是不小。不过各位。 无论付出再大的代价，我们还是会坚持我们的初衷。各个方面都必须保持着很高的竞争力。我们的产品系列，我们奖金制度的播出，我们公司举办大型活动的意愿，我们开发市场的效率，各个方面，我们都会用尽全力的去成为业内的模范。上个月，公司给同事的。 花红奖励啊，就接近一千五百万新币。在疫情的肆虐之下，我有大把借口的情况之下，我相信没有一家公司会做这样的决定。我们的同事，我们公司的员工都受到如此的对待，更何况是你们？对我们赖以生存、赖以突破的你们。 所以，我们将会按照我们的初衷，不惜代价的、不惜手段的，成就你们每一个人成功为己任。就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珍惜，我非常的珍惜我这一生有跟你们一起共事的机会。然后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大局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保。 不要允许自己满足于此刻的现状，不要做到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就沾沾自喜、目中无人。瑞威能走到今天，真的非常的难得，千万不能把它当做是理所当然的。我相信，通过今天这四位主讲人的分享，如果你有听进去的话，应该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 不要白白浪费掉这股力量，把它化为动力。此刻好好的设立一个让自己能够骄傲的目标，并且去完成它。那么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你我可以在高峰相会。今天的你去培训会，立正四方，就到这里结束。我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林文峰，我们下次再会。